来来来，三年级状元题一般出现在期中或者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道，分值高，难度也很大。听好了，别眨眼。这是一个除法的数式，全部都是空，最后只有一个余数是七，到底应该怎么填呢？一步一步来分析。一个除法的数式，它们分别各部分名称叫什么？我们一个一个来说。这个是我们的被除数，这个数是我们的除数，这个是我们的商，这个是我们的余数，就是七。那么这道题的突破口在哪里呢？老师告诉你，看到除数没？看到余数没？关键点是在除法算式当中，除数要大于余数，除数在这儿呢，要比余数这个七要大。你觉得这个除数有几种可能啊？比七大的，我们的一位数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不然是八，要不然就是九，就这两种可能没有了。到底是八还是九？关键是看这三个空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它这三个空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是这个空减去这个空就等于这个空。哎，这个空有，说明这两个空它不是一样的数，这个数要比这个数要大，它俩相减才有差。如果这里是9的话，最大的一位数9减9是0就没有了，所以说这里能不能是9啊？不能是9，只能是几啊？只能是8。当这里填8的时候，这还是一个一位数，几乘8是一个一位数啊？18得8，28就16，就是两位数了。所以说这儿只能填1，18得8，这里填8。你觉得谁还比8大呀？所以说上边这个当然就要填9，9减8，这里我们填1，关键点继续往下推。一它，哎，下边这儿没有数了，说明一减它就没了。一减谁是没了呀？一减去一就是零，没有了。紧接着我们看这俩数，十几，几乘八是十几啊？18得8，28 16，38 24就是2了，所以说这儿只能填2。为什么28 16这里填16，搞定了。接下来再看这个空，这个空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它乘它是它，它是一个一位数，几乘8正好是一个一位数啊。那么我们这里只能填1，18得8。接下来还没有填完呢，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倒着推回去，它俩减8就是7，倒着推回去，7加8是不是就是15呢？这个5怎么来呢？继续倒着推回去，往上挪上去就是5。这个1怎么来的呢？它俩减它俩就是1，十几减16是1啊，当然就是17减16就是1。这个7继续往上挪，这儿就是7。最终的答案就是975是被除数，除以除数是8，商就是121，余数就是7，搞定了。总结一下，这道题的关键的突破口就是在除法算式当中，除数一定要比余数要大。最后呢，在期末考试之前，老师推荐给大家这套期末冲刺优选试卷，它是把所有的重点和难点全部归结为一张一张的试卷当中，孩子可以在期末考试中我们练习一下，推荐给大家。听说很多大学生做不出来这道三四年级的题目，难道很多大学生题目只给了一个7，给了一个0，让把所有的空格呢全部填出来。怎么做呢？看似无从下手的一道题，其实找到突破口很简单。今天方老师教你一招怎么去找突破口。你看啊，这里的话呢是70级减去一个数等于0，所以呢这里呢必然呢它也是70级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呢就很重要了，它是怎么得到的呢？我们发现啊，这个数呢它其实是我们的除数乘以个位上的数，这两个一位数相乘得到的。两个一位数相乘会等于70几，那你99乘法表去背一下啊，它应该是几乘几呢？我们发现它具有唯一性，只能是8乘9。
所以啊，做到这呢就遇到瓶颈了，对吧？你看除数它到底是8还是9呢？我们不知道呀，我们要确定一下哈。到这里我们来到第二个突破口，第二个突破口我们去找这道题目当中的三角区。三角区怎么找？你看啊，这里呢我们有三个数，它就是一个三角区，这里呢有三个数，它也是一个三角区。我们从下往上来看，来看这里哈，两位数减去一位数等于7，那这里的话呢有没有可能填2呀？如果填2，二十几减一位数会等于7，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只能等于十几。所以的话呢，这里呢只能填一个1，十几减一位数会等于7，这是可能的哈。好，那这里填1，那么这个两位数减一个一位数会等于1，哎，那你看一下这个两位数和这个一位数是多少呢？我们发现如果这填十几，十一，这里填11，这里呢也只能填一个10，它不可能是一个一位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能是一种情况，就是10减去9会等于1。哎，做到这是不是就很简单了？这里是9，那这个9它是怎么得到的呢？它是不是我们的除数乘以百位上的数得到的？哎，你看啊，那这个是9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里的话呢只能填几？只能填9，它不可能填8。如果填了8就不可能得到9。所以呢这里就填一个1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呢是70几，那就8972。所以呢我们就填好了。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下往上呢去倒推。这个2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2是从这边啊挪下来的。我们再往上看啊，那这里的话呢是7。好，那这里呢这个数呢，这个数的话呢它其实是除数乘以10位上的数得到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是一位数，所以它只能也填一个9。那这里填一个19的9。好，那7加9呢就等于16。把6呢哎往上移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等于6。那这道题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能不能给老师一颗免费的小星星呢？三年级奥数看着啊都是空，特别麻烦，实际上找到突破口很简单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给了一个7，这儿给了一个0。70几减多少等于0？肯定是70几减70几等于0，这里肯定填7。那么我们紧接着往上看啊，这个70几啊是由谁乘谁啊？是由他乘他等于70几，一位数乘以一位数等于70几，只有8乘9或者9乘8等于72。那么这道题要不然它是9它是8，要不然它是8它是9，就这两种可能，没有其他的可能了。紧接着第二个突破口就在于这里，两位数减去一位数等于一位数，那么这个两位数这里啊只能是1，就是十几减去几等于几，只能是十几，不能是二十几，因为二十几减去几就变成十几了，因为这里没有数，所以说只能是十几。我们紧接着再来看这儿，哎，两位数减去一位数等于7，又是一个两位数减去一位数等于7，那么这个两位数啊这个只能是1，十几减去几等于7，哎，找到这个突破口了。紧接着我们来看啊，十几减几等于1，那么这个数啊只能是十减九等于1，就这一种情况，没有第二种情况了。我们再往上，十九减几等于1啊，这个一位数最大的就是9，没有其他的数。那么十减九等于1，这个9是怎么来的呀？这个9因为刚才我们说出来了，这儿有两种可能，要不然8要不然9，所以说这里只能是9，这里是1，1乘9等于9，十减9等于1。哎，紧接着我们再来看，哎，这个数十几减几等于7呀，那么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呀？这个数由它乘它等于它，那么这个数呢只能是1乘9等于9，因为这里是一个一位数，1乘9等于9。那么十几减9等于7呢，只能是16减9等于7。那么这个6呢我们往上进行移动，那么这里也就是6。那么孩子们，我们紧接着看最后了啊，这个数是多少啊？我们源于这个数，因为这里是9了，那么这个数呢只能是8，因为8972减72等于0，2往上进行移动，这里只能是2，这道题就解出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手机还有电，给老师一个小心心吧，谢谢您了。你看这个地方有个8呀，这个8呢乘以这个两位数，你看啊，这个两位数乘以8，它只得一个两位数，首先它就肯定不能太大，它有可能是10，是不是也有可能是11呀？哎，它还有可能是12，不能是13了，因为13乘以8的话就是100多了。那到底哪一个呢？那我们再看啊，同样是这两位数，它来乘以这个一位数，你看啊，这个两位数来乘以这个一位数呢，它得到了三位数，它乘以它得了三位数，凭啥呀？同样是这个两位数乘以8才得两位数，你乘以它能变成三位数，说明它要比8要大，对不对？它如果不比8要大，那凭啥能得三位数啊？所以啊，那这个地方一定是9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九乘一个两位数要得三位数，九乘以十不行，九乘以十一也不行，那九只能乘以十二，
才能得到108三位数，是吧？那八乘以十二呢，等于96啊，六落下来，8+9=17，这边的一拿下来。拿到这样的题，首先不要被它给吓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给了一个2，给了一个3，剩下的空都需要你去填了。那咱们这个时候第一步来思考一下，除数一定是大于余数的，所以咱们知道这个空啊一定是大于2的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再来思考一下了，你看这儿有没有三角区？什么叫做三角区呢？像这种两位数减去一位数得到一位数的，就称之为一个三角区。那你想，两位数减去一位数得到一位数，只可能是十级减去一位数才能够得到一位数。那同样的道理，这是不是也有一个黄金倒三角呀？也是十级减去一位数得到一位数。那接下来你看，十级减去几得到一呀？只有10-9才能够得到一。哎，那这二个数怎么来的呢？一位数乘以一位数得到9，咱们能想到的是不是19=9和3×3得到9。那你想，我到底是填3还是填9呀？那你想一想了，如果这儿填一个3，3乘上多少会等于30几呢？哎，显然乘以最大的9都才得到27，可不可能得到30几呀？不可能。哎，所以呢咱们不能填3，只能填9。那这里填出来剩下的是不是非常简单了？1×9得到9，哎，1×9得到9。那你再想一想，咱们剩下的谁乘上9会等于30几呀？显然只有49得到36。哎，剩下的空咱们怎么做呢？利用倒推法，两位数减去36等于2，那你倒推上去，2+36，这不就是38了吗？好，那继续的咱们再接着往上倒推，3+9等于12。好，就剩下俩空了，这俩空哪里去了呀？掉下去了。那我现在给它归位上去，2给它归位上去，那这个空呢掉到这儿来了，咱们给它归位上去，8，这就算出来了。所以这一道题的关键就是去寻找它的突破口，学会了给老师一颗小星星吧。